做第一位嘅人气王，佢系一号嘅子峰，同埋佢系 Love Line， 佢系二号嘅叶小仪，同埋佢系 Frozen Anna， 咁啊上上到 Open Door， 十七号嘅八哥，同埋佢系第十日嘅红夫人啊！哇！首先宣布2024动漫 cosplay 大赛的季军，季军亦都得到港币2000元，佢是12号的波波，同埋呢只系 Miss Fortune。啊喂，几多号啊？二号，好多人嗌喎。12号，系10号。恭喜你，2024动漫 cosplay 大赛的冠军是